In fact,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we have queuing up to take and pay these teacher interns is bigger than the number of interns we can provide. We want them to be literate of being able to read the room.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science, technology,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re's a concern around the world about how is it that we help young people develop in ways. 第一个是国际化，第二个是信息化，第三个是跨学科。我也是用中文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创新啊。那其实我们中国的话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文化的传统，就是重视教育。那么的话呢，我们一向认为国家之计在于教育，教育之计在于教师。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的原动力是在于青年，而青年培养的关键是在于教师的培养。所以的话呢，作为一所一个教育学院，一个师范院校，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是一直是我们思索的问题。那南京师范大学我们的首任校长陈鹤琴先生，于192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研究型幼儿园，开展儿童发展教学法、教育理论的研究。那么他扎根实践，引领理论，开创了中国儿童教育研究的先河。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一直秉承陈先生的理念，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们一直紧抓的是实践与理论的融会贯通。我们每一位专任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基地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社、杂志社等等。我本人就有三所固定的实验基地幼儿园，那每星期会到每一所幼儿园开展教学实践的研究，那还有很多全国的就是不定期前往的这样的科研基地。那我自己还跟那个出版社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进行课程的这样的一些编撰。那么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就我们这个学单位的话呢，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多所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学校，那从幼儿园到高中，所以的话呢，我们学生的实践学习、理论与实践的连通这个条件相对来说在全国算是比较优厚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创新，其实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所有的创新都必须立足于已有的经验。就像中国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观念，就是万事万物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而必须是有中生有。所以今天之前各位院长所说的创新，我想都首先立足于自身的优势。那么我们南师大也是这样子，那基于我们的这个实践和理论相联系这样的一种优势和我们的培养目标啊，我们更多希望的是培养的卓越的教师。那么我们的创新的话呢，比较侧重的是学生培养的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啊。那目前的话呢，和 UCL 比较相似的是，我们在做的是研究方法课程的创新。那我们把称之为两点，第一个是一加一的团队建设，那么第二个是立交桥式的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改革。那先说一下子这个立交桥式的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那么我们有这样几点的考虑。那么第一的话呢，就是加大我们的学生的研究方法课程的强度，将原来的学分和学时扩大了一倍。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是打通了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教学内容和课时上面的分割，那么将本科、硕士和博士有的时候是在同一课堂里面进行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那么在强化基础的时候的话呢，加大了应用的训练，强调的是运用方法解决问题，本科、硕士、博士主体内容有交叉，但是高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差异。那么第三的话呢，我们采用的是灵活的授课方式，在这个课堂授课的基础上，那么选择一部分基础好的学生，通过沙龙、
讲座、工作坊等形式予以提高。那么第四的话呢，是以练习啊带这个学习，那么提高学生的真正的实际操作的能力。那么除了课上的训练之外，由方法课程的老师带领学生以项目学习的方式，聚焦各专业研究主题，以研究实训方法论。那么第五的话呢，强化师资建设，组建了跨专业、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域的师资队伍。那么以我们学校的老师为主，吸收了这个校外的和国际的师资力量，强化前沿训练。由此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一加一的团队建设，就是由一位我们学校的老师和一位国外高校的老师联合进行学生科研方法课程的这样的教学任务。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首先是基于我校有较多的老师和国外教师在某一课题上有比较深入的科研合作。那么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引导感兴趣的学生加入这个国际化的研究团体，并且的话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不一样的科研的要求，在过程中间帮助学生熟练掌握研究方法。那么学生就可以通过这个项目的参与，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课题中间进行研究，并且也了解了如何当他们走向工作岗位或者在教学实习的时候，对有需求的我们讲的一线的教师进行科研的这样的一种辅导。那么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像陈鹤新先生一样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不论是做一名普通的教师也好，做校长也好，都能在教育领域里面做到卓越。谢谢大家。